拳它是山东的一种拳法，它主要是突出这个螳螂的，快速敏捷、勇往直前的这种精神，它一直拼搏到底。Praying mantis boxing was inspired by the insect's aggressive attack methods using its front legs. 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 positions is the praying mantis hook. 封手，封手，如果是他这个手走的时候，我可以在这里，你看一甩出去，一接手啪打出去，这是封手的动作。这个圈有什么锻炼？对蹬人，一个是锻炼你的灵活性，另外一个呢，它是在这个无论是手法和身法上都需要和身体是协调一致。他通过练拳以后呢，他的反应特别灵敏，这种勇往无前的这种精神是一种非常好的锻炼。也可以，怎么换的？就是这么换。对，走。吊手，对，所以手的步伐呢，手法呢，它就像一个钩子，它这个钩手呢，它这个动作呢，它每一个指头的运动都有方法名称，这是钩、搂、踩、挂，过最后像这个钩子一样，啪叼住你的手，你这个拳打过来的时候，这个用拳打，这是防守，对，一防守在这儿，封住你的手。它可以呢，就是说在你的肘可以搓打你的肘，这个手一叼的时候，它这里可以，对，叼，So the big key with this praying mantis style is the big kind of waist power thing, and each movement has a blocking or hitting at the same time.